Hello， 大家好。哇，好大風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Kit 姐啊。首先俾大家睇下，阿 Kit 姐有戴口罩嘅，呢個係阿 Kit 姐嘅口罩。咁樣咧係布嚟嘅，好靚嘅，我上網買嘅，咁就可以洗嘅。咁但係咧，譬如我搽防曬啊、搽唇膏啊，咁咪即係會隻揩污糟咯。咁我咧就諗到啦，攞個小童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嚇，攞個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我攞個小童嘅，咁就剪一橡筋。跟住咧，用兩個細嘅扣針扣住，咁變咗咧係 double， 咁變咗咧我個布嘅靚口罩咧入邊有一個小童嘅口罩，咁樣就大，咁咧變咗咧我就可以淨係抌咗個小，淨係抌咗個小童口罩咯，就唔使洗咯嚇，咁呢個咧就可以好靚嘅，嗱，但俾大家睇下，系咪好得意啊？系咪好靓啊？吓，系 double 噶，系双层噶吓。阿 Kit 姐自己发明噶吓，入边有个口罩，出边有个布嘅口罩，咁咪靓啲咯。首先呢度咧就系维多利亚公园花市入口，咁阵间咧就我入去行下啦，就讲唔到嘢噶啦，因为戴咗口罩啦。咁呢度咧就静啲，我可以讲少少嘢。首先咧，猪年过去啦，就嚟咧就系先，就嚟咧就系鼠年。咁啊，祝大家鼠年財運亨通，萬事勝意，身體健康。仲有啲咩客氣説話呢？心想事成，出入平安。有小朋友嘅咧，就係學業進步，快高長大。家肥屋潤，賺多啲。如果係賭馬嗰啲咧，就係馬運亨通；打麻雀嗰啲咧，就係大殺四方；打高爾夫球嗰啲咧，就打少幾杆。咁總之咧就係開開心心，身體健康。唔講咁多嘢啦，因為 Kit 姐咧啲客氣説話啊，呢啲説話我唔係好識㗎嚇。咁係咁多啦。總之咧就係身體健康，恭喜發財嚇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。